大家好，我是香香。咱们家二中的水稻昨天是弄完了，今天要庆祝一下。老爸说要做点好菜来改善伙食，先弄个猪蹄子，我们家都很喜欢吃猪蹄子，补充胶原蛋白。什么最短的家伙啊？焖炒了，可以吧？红烧。今天老婆还抓只鸭子，改善家伙食升级了。这只鸭子成就我们啊，变身了。给它洗个热水澡。这个鸭洗完热水澡了。这个鸭不是很肥啊，全是瘦肉。这里正在炖那个鸭子汤。一鸭两翅，然后这个准备红烧。好吧，现在在炒猪脚了。咱们鸭子之前也是蛮好家伙。有干的。嗯，不要动，我在这里面。八个万块钱捏到的，两个电风扇来吹，还有馒头的爸爸。哎呀，要的是孩子。你看这个鸭脖子啊？鸭脖？是啊。嗯。鸭脖的吗？天气太热了，就是想喝点汤，多喝一点这个。这什么老鸭冬瓜汤喝了应该比较降火吧，是吧？嗯。有蹄子，洋洋，你的最爱。嗯。老鸭冬瓜汤有了多了。嗯。几岁了？一岁吧。那也不算老人。名字好听吗？啃个大猪蹄子，洋洋。他叫我的。你个大猪蹄子还不来喝呀？过来喝酒啊，我看你们吃啊，看缘分了。就是我们之前割稻子的时候特别忙，每天去那个菜园子，好晚了，随便摘点菜就这样炒，也没吃上什么大菜。今天这大菜全是大菜，都没蔬菜了，就是豆角。以前忙的时候想吃好的，现在有好的，我感觉你们怎么现在吃的没劲呢？谁说吃的没劲？有种你不吃啊！把你，别人说反正我吃的有劲，你有没有劲我就不知道。天气太热了。哎，还不是还有咸鸭蛋吗？咸鸭蛋嘞？哦，是吧？咸鸭蛋，那么多的肉你啊，咱就多了咸鸭蛋了。之前天天忙没菜吃，居然忘记了家里还腌了咸鸭蛋。这会忙完了哦，一看那个笼屉底下还这么多咸鸭蛋，今天煮了几个，全部都是油。有点咸呐。对，你的最爱呀、啊！你确定你还不来炸大猪蹄子？好哦，马上来！我看到咸鸭蛋，马上要吃饭了。嗯，好了，大家。